行福建歌曲《到时你就知》，全场180的掌声响起来嘞！欢迎杨千红小姐，谢谢美娟。见面，然后受伤的位置这一首《告示你留在》，那也非常高兴的话，能够在这个舞台上为你献唱。那么也希望今天晚上大家听歌听得开心啦哈，玩得开心，那吃喝的朋友也开开心心啦哈，祝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都如意。下一首歌曲呢，为您安排一首广东歌曲了哈，这首非常熟悉的歌《喜欢你》，送给你，希望大家会喜欢这首歌，多谢。谢谢我们的旅总大乐队。细雨大风，身后黄昏的街道，满怀细沙眼眸，孤寂仰望，望向孤独的晚灯。
之后就有人点拼拼的一份的，然后不知道后面有没有歌手可以唱这首歌。如果是有点唱，我们唱我们的歌。拼拼的一份的哟，拼拼的一份的，都听，都听。好，今天晚上的第一枪点赞，走啦，陈百强的高考啦 ，OK， 没问题的，哎，老师准备好了。那今天晚上，哎，真的好多好多的朋友啊，记得记得，给多一点掌声行不行啊？听一下掌声。等一下，我们全场最美、最可爱的司仪出来哈、哦，要给他更多更多的掌声，他是万人迷，肯定没有问题了哈、哦。来，送给大家练手，拼拼的一份的。